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北京时间11月28日晚，西甲第11轮的比赛全面开战。本轮比赛过后，积分榜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在早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，巴塞罗那迎战奥萨苏纳。本场比赛巴萨踢得非常顺利，在上半场就解决了战斗，而梅西在下半场远射破门之后的庆祝动作更是让人们泪目。比赛第73分钟，梅西连续盘带后远射破门，随后他拿出了马拉多纳曾在纽维尔老男孩队效力时所穿的球衣，双手举天以此致敬马拉多纳。本场比赛的胜利过后，巴塞罗那升至积分榜的第七位，距离皇马只有三分的差距。而在今天凌晨的另一场焦点战中，皇家社会对阵比利亚雷亚尔，两队均有破门机会，但也均错失良机。皇前的莫雷诺点射破门先拔头筹，皇家社会的奥亚萨瓦尔点射破门扳回一城，最终皇家社会1-1战平比利亚雷亚尔，继续位居榜首。截至本轮，或许马德里竞技才是西甲联赛最大的赢家。在少赛两场的情况下，马竞只是一分落后皇家社会，而且还未尝败绩。本赛季的争冠形势越发焦灼了。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，我是小翔哥，欢迎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